休战三个多月后 ,2019 赛季中超联赛将在本周五点燃战火。广州恒大首轮迎战天津天海，两队各自都储备了大量实力派球员，这场拥有超多话题的比赛也成为了首轮最受关注的比赛，甚至有不少球迷称之为新的国家德比。在众多焦点人物中，巴西金童帕托是最引人关注的一个。这个冬窗经历了权健风波的侵扰，巴西前锋一直在寻求转会离队，不过最终帕托还是回来了。在距离中超开幕还剩两天的时候，帕托姗姗来迟。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天海主帅郑祥福也谈到了帕托的情况。很高兴帕托昨天和球队会合，他在球队的贡献和能力毋庸置疑，之前可能因为一些困难和个人问题，现在就是担心这段时间他没有很好的精神体能状态，想着尽快利用时间把他调整过来。我们全队都盼着帕托回来，两年来他为球队的贡献毋庸置疑，能力和实力我们都看到。沈祥福说。沈祥福肯定了帕托的实力和作用，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。没有随队冬训，再加上刚刚到队体能状态不佳，帕托很可能会缺席今晚的比赛。帕托人虽然回来了，但心或许早就飞走了。据央视足球之夜记者刘思远爆料，昨天在天河体育场里他遇到了帕托，两人寒暄了几句，帕托明显不太开心，显得心事重重，走过去问他最近还好吗。帕托一脸郁闷地说不太好。不管是赛前训练还是刘思远的微博报道，我们都能感受到帕托的心不在焉，心事重重，这与他之前给球迷留下的阳光开朗性格显然不相符。这个冬天天津天海的变化太大了，七日主力球员刘一鸣、张修为、赵旭日纷纷转会离队，球队中来了阿兰、廖立生、雷奈尔迪尼奥、张小编、姚俊超等大批新人。更重要的是，留在天海俱乐部帕托看不到任何未来，这支球队被托管在天津足协手下，手头资金只够撑到本赛季结束。权健时期，天津队是中国足坛新贵，一年一个台阶，中超进过前四，亚冠打进了八强。但如今的天海却被视为中超最大的降级热门。在这样一支球队中效力，帕托的干劲明显不如以前了。